国抖音歌，科目三因洗脑音乐配上魔性丝滑舞蹈爆红，甚至还变成连锁火锅店海底捞店员常被点名献舞的项目。原以为此表演仅限中国的海底捞，没想到日前有民众在网络上扒出台中大圆柏海底捞的店员也在店内跳这支舞，让不少网友看到后表示我要去吃，店员好拼。是一个定点定时的区，不喜欢表演的客人都会先排除此区。